第三課咧係温A書嘅最尾一課，咁呢一課咧就係講生物嘅。生物咧就分兩大類啦，分別就係動物同埋植物。我諗你哋小學都聽過啦。不過咧，我想花少少時間咧，想介紹一下動物咧。其實咧都主要分五大類嘅。咁我哋人類係其中一類。哺乳類。相當之好。好，另外四類咧，我爬行類，爬行類，嗱，同學，誒，慢慢嚟啦，講緊書啊，搞鬼菜。我講多次，因為呢堂咧唔喺課室啊，如果你哋不停咁講咧，我又聽唔到邊個同學答，所以我係邀請同學答你嘅先至答，明唔明白？明白，明白。嗱，依啲咁基本嘢我唔會問嘅，我係講咗跟住就去噶啦，好唔好？慳啲時間。嗱，頭先同學講咗，人類屬於哺乳類。咁餘下四類咧就係魚類，魚啊，另外就係兩棲，兩棲類，另外就係爬行類，最尾一樣就係飛行類，唔係飛行類，冇飛行類嘅，我仲未生，魚類，我仲未拆嗰啲尾生啊嘛，我一陣再翻過嘅，爬行類，兩棲類，啊。阿黎璇，可唔可以帮帮阿 Sir 仲争边一类啊？咩？鸟类咯，鸟类，鸟类，鸟类我讲咗，唔系飞行类啊！你头先讲嘅。哦，醒起啦，嗱，同我整一阵先。我依家做翻个总结，边五类咧？鸟类、鱼类、爬行类、两栖类，同埋我哋人类属于嘅哺乳类。好啦，咁啲科学家咧，佢点样去区分嗰种生物系属于咩类咧？咁譬如用翻哺乳类做例子啊，我哋哺乳类咧个例子其实系人，人系其中一种，系啲好多动物都系哺乳类嘅。系啊，海豚、海豚啊嗰啲，狗仔，仲有只老鼠。嗱，阿 Sir 讲啦，好唔好？好。哺乳类咧几个特性咧系独一无二，哺乳类有其他动物冇嘅，譬如我哋用肺呼吸，我哋咧身体有毛发嘅，即系毛啊。我哋系要细个 B B 嗰阵时咧，系要食奶嘅。另外系胎生嘅，咩个胎生咧？即系成个生出嚟已经系一个人类一个哺乳啊，哺乳类明唔明白先？呢个系哺乳类嘅特性嚟嘅。我跟住咧讲鱼类嘅特性啦，鱼类咧就。一定不是用肺呼吸的，用鳃呼吸。另外咧，鱼类咧，佢有鳍啊，佢嘅鳍喺背脊啊两边同埋尾都有，嗰啲叫鳍鱼鳍。同埋鱼类咧，你试过摸一条鱼未啊？佢系好湿润嘅，佢有啲湿润嘅鳞片。系啊，好。知咩叫鳞片啊？知。啊。鳞片。头先讲过。帮助佢嗰个乜鬼嘢嘛？同学，嗱，阿 Sir 讲嘢啦。点去分类咧？就系嗰种生物有而其他生物冇，先至叫佢独一无二嘅分类嘛。咁所以即系话鱼类有鳃一个构造啦，其他生物系冇嘅。鱼有湿润嘅鳞片，其他生物冇。鱼有鳍，得唔得？嗯。第三类咧就系鸟类啦。鸟类咧就系、是。但是它有人哋冇咧，就係佢有一個好長嘅喙，喙啊，即係你所謂硬嗰個嘴嗰、那個嗰、那個讀個喙字。哦。嗱，嗰啲口字邊嗰個啊，口字邊做一個緣分個緣，但係唔係翹絲邊嗰、那個，嗰、那個讀個喙字。知唔知我講邊個中文字啊？你哦，嗰、那個字口字邊嗰、那個啊，加個咩？係啦，緣分個緣啊嘛。係明。整走咗個。左手邊個小絲邊換咗個口字落去，嗰個讀個喙字。嗯。我繼續講鳥類，佢有一個好硬嘅喙，同埋佢腳咧有鱗片嘅。你哋唔知知唔知啊？鳥類嘅腳有鱗片嘅，其實喺強調只腳啊，兩隻腳有鱗片嘅。有。同埋鳥類咧，嗱，當然話阿 Sir， 鳥類識飛嗱，但飛我哋唔係話佢身體結構啊，唔可以話佢識飛。調翻轉就話鳥類身體係長出羽毛呢樣嘢係佢有而人哋冇啊嘛，嗯，得唔得？好，
另外咧，鳥類咧就係唔係胎生嘅，係卵生嘅。我哋個卵啊，我哋唔叫生蛋，叫卵。知唔知道卵點寫啊？知道。知道啊。好，暫時我講三，我暫時講咗三種動物，跟唔跟到？跟到，跟到，我跟到。三種動物嘅特性係佢有人哋冇。好啦，依家做個互動啦。仲有邊兩種動物我未講啊？阿劉浩仁試下答，睇下你有冇聽書。我知。劉浩仁喺唔喺度？喺度。你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啊？我係仲有兩種動物未講，你可唔可以講一種出嚟啊？阿蔡澤賢幫幫佢啊，唔該。哦，两栖类同爬行类。讲一种够啦，讲一种够啦。哦，两栖类。嗱，两栖类，我知道你识答第五种，但唔好讲住好唔好？好，两栖类嘅特性啊，我就即刻讲啦。有冇同学讲到俾我听两栖类嘅动物嘅例子啊？我知，我知，我知，我知。我邀请同学，邀请同学。阿卢士聪试下答啦。青蛙咯。青蛙好，唔该晒。同唔同意啊，同学？同意。咁啊，就找緊青蛙去講佢嘅特性啦。青蛙個皮膚係濕潤嘅。嗯。青蛙冇鱗片，你摸落去唔會覺得有鱗片噶嘛？係咪？係啊。好。另外，其實你哋知唔知青蛙本身咧係由蝌蚪去孵化出嚟嘅？知唔知嘅你？明啊，明。我知。明白。係啊。越嚟越多尾巴啊、腳啊嗰啲。啊，呢個就係同學。呢个就是两栖类的特性啦。两栖类咧，佢会喺两个唔同嘅环境生存嘅。何为两栖？即系用翻青蛙做例子，佢可以喺陆地生长，譬如青蛙。海洋。唔系海洋咁夸张，系喺水啫，好唔好？哦。边个喺水度去生长就系蝌蚪咯。哦。吓，先叫两栖类。系啊，佢大咗又可以喺嗰啲。系啦，佢喺水度都 OK， 个制度就可以喺水，但亦都喺陆地，就叫两栖啦。系啊，我学多少少。青蛙大唔大只？唔大 ，O K， 中型，中型般咯。大只，所以其实青蛙即系两栖类呢种动物嘅，点解个皮肤会湿啊？同学可以估下，点解皮肤会湿嘅？会长期喺河嗰边孵卵啊，孵卵啊。好啊，同学答孵卵，有同学答喺海。嗱，讲得少少俾你听。阿蔡泽贤先答啦。佢系应该系为咗适应环境。系啊，为咗适应环境，因为佢成日要喺水噶嘛。咁但系水其实，嗱，你有冇试过游水啊？嗰其实你哋喺水底度咧比较难呼吸噶嘛，系咪啊？嗱，开始。同埋比较难游咯，因为好似有个水。我唔系讲游水，我讲呼吸。呼吸。好啦，点解？兩棲類，譬如青蛙咧，個皮膚會濕咧，其實原來濕潤嘅皮膚咧，某程度會幫助佢呼吸噶，尤其是喺水度，係啊，好得意噶，得唔得？所以點解會有濕潤皮膚就咁解啦。好，對於兩棲類動物嘅特點，掌唔掌握多少少啊？嗯，我最尾一生物咧，我就依家邀請阿劉浩仁啊，邊種？头先即四种啦，依家剩翻边种系未讲噶，可唔可以试下？爬行类。好，唔该晒。嗱，我欣赏阿刘浩仁，佢答得好啱，系爬行类。因为咧，好多同学咧唔知点解咧，可能佢小学当自己识啊，其实唔系叫爬虫类噶，系个爬行类。爬虫同爬行类系两样嘢嚟噶，爬虫系直头系昆虫。我小學係叫爬蟲，多爬行類喎，爬行類嘅爬行動物，搞唔搞掂？明白，搞掂。好，爬行類有乜嘢例子啊？啊，我邀請同學啊，我邀請阿關漢華試下答啦。關漢華喺邊度啊？爬行類動物嘅例子。例如蛇啦，或者呢、這個謝謝蛇咧。仲有呢、這個。蜥蜴，哎，唔该晒，好啦，就用蛇同埋蜥蜴做例子，你哋有冇真系有机会摸过佢哋嘅表面啊？摸过，有摸过蛇，有摸过蛇，我摸过，恐怖嘅蜥蜴，我摸过蜥蜴。嗱，就算你未摸过，你系咪睇过纪录片或睇过相啊？嘛，你望落去爬行类，你觉得佢嘅表面系
是乾燥定係濕滑先？乾燥嘅。乾燥。因為佢哋長時間喺嗰啲森林啊，或者上幾個棚啊。好，唔該曬盧子聰，我聽到你講嘢。好，肯定係乾燥噶啦，因為佢都唔喺水度住，點解會濕潤啫？係咪？係。好，爬行類嘅特點咧，如果你有機會摸落去咧，除咗乾燥之外咧，佢嗰外邊嗰層唔係鱗片嚟噶，直頭係乾燥嘅皮膚。OK，如果你真係摸個蛇，你摸個蜥蜴咧，真係鞋濕濕嘅，不過係皮膚嚟嘅。我問多少少。嗯。爬行類係胎生定卵生嘅？胎生。胎生。哇！咁犀利。卵生。边个咁讲？胎生，胎生，卵生，个胎生啊，唔系啊，卵生啊，蛇蛋啊，因为佢有啲孵蛋孵出嚟噶嘛。温 A， 王 Sir 问嘢啦。首先我惊你哋捞乱咗，搞唔搞清咩个胎生，咩个卵生先？两样要搞清楚。温德，卵生即系生蛋，生蛋再孵化。胎生即系喺个肚，胎生即系喺个肚度生出嚟，好似人类咁。成个个体生出嚟就个胎生。嗯。我翻翻嚟呢度啦。爬行類是胎生定卵生？卵生，大家是不是有一個一致的答案？不要再答我胎生，是卵生的。Yes。他教蛇帶來孵出來。好了，所以往常都要花一些時間去介紹不同的動物的特點，因為我怕你們以為自己識，其實有些是撈亂了的。希望我花到一些時間真的幫到你們。有沒有跟他在这里要停一停顿，要问嘢嘅。嗱，冇啊，继续去噶啦。好。好啦。嗱，啲背景嘅声音咧，尽量减少少少，因为会比较滋扰嘅。真系好滋扰啊！唔该，边个？老师聪。同学，温你集翻嚟课室。好。讲完咗动物啦，跟住将会讲植物噶啦。植物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就没有头，我估你们没有刚才会发言那么多，因为可能你们都掌握不到植物有几类。那轻轻讲讲先，植物其实可以分两大类的，有没有同学可以尝试估哪两大类？有植物，有花和没花。好，麻烦了浩人，同学同不同意？同意，同意，这个。有花没花好像还有。蔡澤賢有什麼？有種子和沒種子。誰是蔡澤賢的？盧宇聰說的。不是蔡澤賢說的。有種子和沒種子。有種子沒種子，我想誰的同學告訴我。蔡澤賢。麻煩蔡澤賢。因為剛才阿Sir的問題就是說，植物分哪兩大類？一定是有花冇花的，一定的一樣嘢。咁但係頭先你所講啊，有冇種子去再分咧，係一個細分嚟嘅。咩個細分？我陣間有機會講到，好嘛？好啦，有花冇花，阿 Sir 都唔特別去講例子，因為真係好明顯嘅，係咪？見到花咪就有花植物。係咯。係啊。好啦，有花植物咧，另外分兩類嘅，依一個就要同我去認真去睇睇啦。有冇一個概念咧？有花植物佢自己嘅葉啊，樹葉啊，有機會你哋去真係去行下山或者去花店啊睇睇啊。佢哋嘅葉嘅葉底咧，反住一粒一粒嘅，得一個葉底係呈一個咩嘅形狀啊？一隻女，一隻有兩大類嘅。嗱，阿 Sir 暫時唔講邊兩大類，我想你自己翻去發掘一下。有花植物的葉底是分兩大類的，那些線條條那些，是的，我聽到一條條線，我聽到你已經，所以我就希望論線那些你是暫時如果就算有答案，問你暫時有答案都不要綁住，因為如果你說了同學就不找答案了，自己行不行？這個問題我下堂會追問麗璇，你試試下堂看題我，問同學行不行？是。謝謝，還有你都要找答案。好了，而剛才有同學說，有沒有種子呢，就是在細分那裡，現在我做。
重新玩嚟啊！好，继续。有花植物，头先我讲咗啦，系分再分两大类，要睇叶底嘅，你自己翻去揾资料。而冇花植物咧，其实又系分两大类喎，就系头先阿蔡泽言讲啦，有冇种子？有冇种子？你阿 Sir 乜唔系所有植物都有种子嘅咩？我可以同你讲咧，有啲植物真系冇种子嘅。例如边啲啊？我梗系会问啦。我嗱有天头花，唔系天头花有种子。嗱，你哋有冇機會放過郊野公園有啲比較矮嘅植物，好矮嘅仙人掌？嗰啲植物咧個中文名叫，聽聽阿 Sir 講嘢好唔好？有啲植物咧生得好矮嘅，佢個葉底咧，如果你有機會真係去反，就好得意。其實你有啲係自己去發掘嘅。嗰啲植物，如果你反轉個葉底咧，你會見到一粒粒嘅東西嘅。嗱，嗰啲咧就唔係個種子啊。嗰啲叫泡子，泡子嗱，嗰種植物咧就係叫做蕨，蕨書友嘅，係有帶過書翻，你有機會揾到呢個字嘅，或者有啊，我星期六翻咗學校攞書啊，我蕨字嗰啲植物就係唔冇種子噶啦，就係孢子噶啦，孢子。事實上咧，好多植物都係有種子，不過。一些低等的植物就是冇种子，用孢子去到繁殖佢。孢子同有种子有咩分别啊 ？Sir， 问得好嗱，依家讲啦。孢子咧就系一啲低等嘅植物，佢所采用嘅生殖方法嚟噶。孢子系好轻噶，好容易就可以去传粉嘅，即系传佢嘅花粉，唔系花粉，传佢嘅孢子去第啲地方嘅。风吹系啦，靠风或者靠水流，好容易嘅。嗱，种子咧就系一啲比较高等啲嘅植物先至采用嘅方法嚟嘅种子。咁边啲好啦？高等诶，同学想问乜嘢？咁边啲先为高等？问得好。嗰啲生物学家咧，佢因为你哋中一啊，如果我再讲得比较深咧，第一你就未必明，第二。都不需要咁深住，要去到中四五六先至。如果你哋系修生物科咧，先至有机会再学一啲咩个高等嘅生物嘅。不过你哋喺中一嗰阵时咧，我认为学下，我认为讲低等嘅植物用孢子，高等植物用种子，我觉得已经够噶啦。好，但系你阿 Sir， 你俾个例子我，可以同你讲，譬如玫瑰花啊。苹果花、苹果树嗰啲咪高等嘅植物咯。哦，明啦。明白啊，嗰啲高等嘅植物。产生果子咪就系高等植物。同学问咩？啱啱问咩？我系产生，如果系有啲果实，系咪啲高等植物？你系咪想讲，如果产生果实嗰啲就系高等植物，系咪头先你想讲嘅嘢？系啊。啱啊，你讲得啱啊。阿 Sir， 咁两个嘢咧，系咪全部都系喺泥？我唔系，可唔可以答埋先？嗱，同我听住，逢亲能够产生果实嗰啲植物已经系叫高等植物，佢就系采用种子噶啦，种子去到繁殖下一代。柯华头先你想问乜嘢？你依家问啦。两样嘢系咪全部都系泥土嗰边生长？边两样嘢？孢子同埋种子。唔系，唔一定，唔一定。好，黎璇，试下等我上答好唔好？好。你话系咪两样嘢都系喺泥土度生长系咪啊？系，咁你谂下啦。头先阿 Sir 讲你行山去搵植物，你行山周围嗰啲系咩嚟噶？树嗰啲。树啊，有高嘅植物，有低嘅矮啲嘅植物，嗰啲真系喺泥度噶。柯丽泉，点解头先话你嘅建话唔系嘅？你有咩例子啊？即系你又唔系啊嘛？我都想听下你点解咁讲嘅。嗯。咁有啲有種子嘅，譬如嗰啲其他嘢，佢係冇唔一定有嗰啲，唔一定喺泥土度嘅啩。譬如種嗰啲咩番薯啊嗰啲，唔一定喺泥土度嘅啩。仲有啲蘋果嗰啲，唔一定喺泥土度嘅啩。我明你意思，你係想講番薯或者蘋果，未必喺泥土揾到係咪啊？係啊。
但我想講咧，頭先你所講嗰個番薯咧，其實已經係去到果實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層面㗎啦。而蘋果亦都去到果實嘅層面，不過蘋果就係蘋果樹長出嚟嘅東西嚟㗎嘛。哦。蘋果樹本身係泥土種㗎，明白先？可能你話阿 Sir 邊人長咧？蘋果又真係唔喺泥揾到，但係蘋果樹喺泥揾到啊嘛，明唔明白啊？哦，明白。番薯咧？啊，阿 Sir， 我想問一樣嘢。我答埋先得唔得 ？OK。而番薯啊，真係喺泥見到個，所以我哋就唔好諗。嗰、那個果實喺邊揾到？係要諗究竟嗰棵植物喺邊度揾到？明白。頭先啱啱同學想問乜嘢？咁而家咪咁嘅棉花咪喺樹上面產咗落嚟嘅？咁棉花嗰啲算咩嘢？棉花咪果實咯。嚇、啊！嗰啲叫果實？係啊。因為佢係木棉花定咩果咧？好，等下Sir試下去補充好唔好？好。木棉樹咧就好高好大嘅，逢親植物。就絕大部分都仲喺泥嘅咧，依一定嘅啦。但頭先阿盧子聰想問嘅嘢咧，就話啱氣候嘅時候吹出嚟嗰啲棉花係乜嘢一回事啊嘛？係啊，吹出嚟白色一條條絲嗰啲棉花咧，其實係木棉樹嘅花裏邊吹出嚟嘅嘢。頭先阿麗璇咪講過依樣嘢啊。係啊，係啊。係咯，咁所以冇矛盾嘅，都啱嘅，大家講嘅嘢。是不是好了，做回個總結。今天我講了兩大類，就是動物和植物，記不記得啊？記得。動物分五大類。有花和無花。自己分，自己回去找哪五大類，有什麼特點。跟住我都輕輕開始講了植物分兩大類，分別就是有花植物、無花植物。是。而下一堂呢，就麗璇記得提我問同學冇花有花植物嘅葉底有邊兩大類？記得提我問，你哋翻去揾資料。冇花植物係嘛？有花植物嘅葉底分邊兩大類？好。冇花植物咧就係、是、去判斷佢咧就係、是、有冇種子。冇種子嘅話就係靠孢子。低等啲嘅植物記唔記得啊？記得。逢親要。用種子的比較高等的植物行不行？好，同學，其實我已經由一月尾開始擺了差不多五份功課在 e-class 那裡，同學你們記得回去繼續下載去做功課。知道。你就算學不到麗璇、豪人或者蔡澤言直接交功課給我，我經常都希望你下載跟住自己翻屋企做，如果你有辦法可以回覆我，就盡量俾我，否則都要自己下載做，明唔明白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今堂差唔多啦，提同學下一堂係嚟緊星期五，麗璇啱唔啱？啱。準時十一點 ，sorry， 準時十點至十點半，清唔清楚？係清楚啊。好，咁我哋三日後再見，但係同學唔可以。刁難自己要回去繼續溫習找資料，知道。如果你本科學書是在家裡就最好了，如果不是都自己想辦法去下載一些相關的資料去幫助自己，有沒有問題？沒有問題。明白。還有今天我們這個課堂呢，那個片段呢會放在我們學校的一個平台的，你懂不懂上去找回的？是。盡量試一下吧。不是 e-class， 是在校網。不是校網，我不是太肯定，但是起碼這堂你專心上完堂，如果你們能夠上 Office 365去找一個叫 Stream 的軟件 ，Stream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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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eam 啊 ，Steam， 哦 ，Steam，Stream 唔系 Steam， 系 Stream。我今日个课堂咧，如果我阵间揿翻上载，就会喺嗰度揾到噶啦，可以听得翻晒，清楚？清楚，清楚。有冇问题？
冇冇。好，今日就到此为止啦，下堂继续。唔记得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王 Sir， 再见。王 Sir， 再见。多谢多谢。阿 Sir 今日欣赏你哋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等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阿石路。咩啊？我哋。